而家呢场系男子 A grade 100米自由式嘅决赛啊！睇翻前面嘅形势方面，一线系英华，二线系成都，三四线都系南拔，五线系成都啦，六线系九龙华人，七线系喇沙，八线系高主教。比赛开始啦，咁焦点自然放喺四线嘅张健达同埋五线嘅方几盖身上啦。咁睇场比赛两个游成点啦。暂时见到一至八线嘅选手实力都好平均啊，大家差唔多咁上下嘅啫。咁啊睇转堂呢个 moment 啦。好啦，首先弹出去咧就见到系五线嘅江纪盖啊，咁但系四线嘅张健达后劲好凌厉啊。临过终点一刻，我哋见到张健达领先超过半个身位啊！果然毫无疑问啦，今次张健达成功攞咗100米自由式决赛冠军啦。